衣服咧就一般人所崇拜的所謂叫做咩啊？童子觀音就係起源於咩？就係依個喺依個善財童子相傳話求化嘅時間咧，去到第五十七參嘅時候咧，就係觀音菩薩住處，就係依個觀音菩薩嗰笪地方，咁啊有一個咁啊就向佢求法嚟到用依個形式嚟到表達。